自己先打开，打开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哇！我抓住你抓不起来。啊，万一抓起来怎么办？你吃你的份外。我现在真的懂为什么人家说学穿慢要学三年。啊！差点了。在穿的时候你抽筋吗？知道。不是，抽筋呢。你吃慢一份，行家就要这样子。嗯，来一次。今天晚上10点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